今天是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45岁生日，也是女队员朱雨玲26岁的生日。全队为俩寿星送上了一个特别的生日会。首先，张安和迪亚兹作为跟随中国乒乓球队集训的外协会队员代表，向刘国梁送上写满祝福的世界职业联队的队服。马龙代表全队为刘国梁送上鲜花，女队主教练李隼为弟子朱雨玲送上鲜花。随后，国乒全体队员齐唱生日歌，为他们庆祝这个特殊而又温馨的生日。在备战冬季奥运会的关键之年，国乒在海南迎来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次集训。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困难，国乒将士们表示将全力冲刺。